记者杨兴汉台北报道，金曲歌后 Tania 蔡健雅结束小巨蛋演唱会，将启程赴法国进修做面包。热爱烘焙的她已通过网络面试取得入学资格，这次预计会在巴黎待上两个多月。她抢先推出 mini EP， 收录过去为他人创作的经典歌后要重新编曲演唱，为歌曲赋予新生。才华洋溢的 Tania 曾获三届金曲歌后的肯定，出道至今也为王菲、林忆莲、蔡依林、陈奕迅、孙燕姿等天王天后写过歌。谈到每首创作，其实都是她珍藏且又难以割舍的最爱。出道20年的他感性说，写了那么多首歌，其实自己也没有算过，但每一首歌感觉都有他的灵魂，自己的家，自己的主人。很感谢一路领养这些孩子的歌手们，每一次听到他们唱着我写的歌，我都是迫不及待听到他们的版本，他们会给这些孩子们什么样的家。他去年加盟新东家环球，这次推出全新 mini EP Cherished 歌爱，收录了为黄小琥写的《重来几里淡漠的滩涂》。至于歌迷引颈期盼的新专辑 Tania 透露，目前还在写歌阶段，要粉丝再等一等。蔡健雅推出 mini EP Cherished 歌爱，环球提供蔡健雅推出 mini EP Cherished 歌爱，环球提供蔡健雅忙完小巨蛋演唱会将赴法国进修做面包，环球提供。